迎接鹅伦庙三山国王三王爷诞辰，加上农家收冬的时节，苗栗县竹篮镇公所今年是争取客委会的补助，首次办理收冬宴，以客家经典菜色为主，价值6000元12道菜，以每桌2000元开放认购，10月15号起接受预约。今年最后一期稻作迎接收割，农家进入收冬时节。奉祀三山国王的竹篮镇鹅伦庙，正逢三王爷独山圣诞，今年由镇公所做冬，第一次办理全镇收冬季半桌活动。10月20日是那个三山国王的那个圣诞，那要啊，恰巧也是下个月也是我们的平安祭，稻子收割后，我们再到我们客家人就会办了一个那平安祭。就跟那个我们的三山国王独山王，跟他谢谢保佑我们这一年的水稻都是大丰收，农业都大丰收，人年都平安。收冬宴在鹅伦庙举办，由庙内志工掌厨，呈现客家经典半桌佳肴，四文四炒的菜色，像是传统的风肉、客家小炒、福菜鲜菇汤等咸香下饭的菜色全上桌，还有竹篮本地新鲜蔬菜、有机的过猫蕨类等都有。12道菜澎湃飨宴，价值6000元的菜色，只要2000元就可以邀集10位亲友一起享用。10月15号上午10点起开放报名。报名。就是10月15号，不是早上10点开始一直报名，我们就15张桌子呀，15张桌子，一张，我们那菜色有6000块的价值。第一年举办，席开15张桌，额满为止。采线上报名，想吃道地客家半桌菜色的民众，动作要快。